伙伴大家好，欢迎各位参加资讯安全整合 IoT 被动制造业华丽转身线上研讨会。我是研华业务代表 Virginia。 首先我先介绍今天的与会嘉宾，华电联网资安云及创新服务部协理 Jonathan， 以及研华产品部经理 Alex。 在 AIoT 时代，相信各位对于 IaaS、PaaS 以及 SaaS 服务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延伸而出的新兴服务 RaaS， 我想各位也是有所闻。所谓的 RaaS 即是 Ransomware as a Service， 企业闻之丧胆的勒索病毒也在近期升级为国安议题，我想没有企业可以置身事外。勒索病毒从您点击的 email 到制造业产线上的机台都是攻击目标，只要您的设备有联网功能，就会暴露在风险中。今天的 Webinar， 各位可以从了解 OT 到 IT 端如何分层防护，设备如何透过 OT 管制弥补资安防护漏洞，而 IT 我们可以从勒索病毒的攻击历程来看对应的产品，例如从 Endpoint 端防护到 Azure AD Identity Protection 的账户防护，以及 Defender for Identity 整体的运作机制及对应功能。除了整理 Defender for IoT 功能面之外，更从法规面带您了解制造业客户如何因应，例如符合半导体标准的 SEMI E187 以及工控遵循的 IEC 62443-2等相关法规。华电联网长期在 IT 建制、资安都有丰富的落地经验，并于2020年9月获颁英国标准协会 ISO 27001 2013资讯安全管理系统以及 ISO 27701 2019资讯管理系统双认证，是首家以全组织透过双验证的系统整合商业者。而研华一直以来在设备端都有自动化服务的 OT 经验，相信双方整合相关的分享，我们可以轻松掌握资安防护重点。接下来我们先请 Alex 帮我们说明一下目前 OT 以及资安态势及相关的重点案例，我们欢迎 Alex。 各位研华的合作伙伴你们好，我是研华的 Azure PM， 我是 Alex。 近期网络攻击事件还是频传，说一个最新的大案件，5月11号哥斯达黎加政府旗下多个机关日前纷纷遭到 County 勒索病毒的骇客攻击，该国政府各部门目前所被窃得的资料档案大小合计达 672GB。 目前哥斯达黎加还无法厘清攻击事件的受害程度，只知道受害的部分包含了纳税人的资讯、出纳、海关等系统。而这些攻击近期逐渐从 IT 相关产业转移到对 OT 场域、半导体、油管公司等等，原因是因为这些骇客已经尝到甜头，他们发现这种 OT 制造业若被破坏导致停机停线，所造成的损失会更加巨大，因而可以让受害者更愿意快速的去支付赎金。也难怪现在 Ransomware as a Service 变得更猖獗。不过拜现行的网际网络发达，尤其 5G 的趋势发展，万物皆联网已经是个常态，那么要怎么样在这样的态势之下去做好资安，其实是一个好主题。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以下这些惊人的案例。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 Colonial Pipeline 直连管道油管系统发生在2021年5月被骇客攻击，整个油管管道因此而闭关了7天，
美东地区多地加油站燃油短缺，民众疯狂抢购汽油，最后只好向骇客组织支付将近500万美元的赎金来恢复系统。那当然，有些案例还是用比特币付款，像这第二个 JBS， 全球最大的肉品供应商，旗下所有美国牛肉加工厂全线被骇客导致停产4天，影响全美市场近 25% 的供应量，公司被迫支付等同于1100万美元的比特币给骇客。那你别以为 IT 公司就不会哦， Casilla VSA， 它是美国的 IT 软体开发业者，也遭到骇客入侵。那骇客成功的入侵，然后就地部署在这个 Casilla VSA 软体，并向 Casilla 客户发动勒索软体攻击，导致全球约1500家企业受到勒索软体的威胁，被迫支付7000万美元的比特币赎金。林林总总的攻击不断，从2017年各种知名大厂，像是 Honda、Nissan、雷诺这些汽车产业，都因为骇客的攻击，在北美跟欧洲、亚洲都被迫停工。起因就是这个相当知名的2017年 WannaCry 勒索软体串行。另外也可以看到，像是 LuckGoga 让挪威海德鲁损失了70米，另一个有名的勒索病毒 NotPetya 更造成底下这一些像是德商默克、FedEx 都造成了非常大的金额的损失。所以我们几乎可以将产业被骇客攻击与财务损失画上等号。因此更宏观的等号即为 IoT OT 的风险，就是 business 的风险，你会有财务上的损失，勒索金额可大可小，取决于资料对你的重要程度，而停机停产的伴随的财务伤害往往更大到难以承受。那紧接着你企业的 IP 专利技术都可能因为骇客的攻击而泄露，多年研发的心血付之一炬，甚至拱手让人。而倘若Cyber attack 造成额外的伤害，例如说像是公安事件啊，那可能是某个 controller 被骇客篡改了参数，导致了整个运作变成是无逻辑的运转。又或者像是大型的 infra 的企业，油业啊、水利、电力公司等等，这些造成的安全上的意外，这些伤害完全无法想象，都是要尽力让其不要发生，或者是能够预期在前，做最坏的打算，然后最佳的安排。所以在这些猖獗的勒索病毒攻击之下呢，我们试着去分析说，这样的攻击是怎么进到企业的内部。基本上分成三个阶段，我们分成阶段一、阶段二跟阶段三。在阶段一，目前几乎90%都是会透过网络钓鱼信件或是远端桌面协议等等，让你的员工可能不小心点入之后，借由一个非常相似常见或是网域 email，让员工不假思索地登录自己的账号密码，那也可能是一不小心就把机敏资料都回信出去，造成一个初步的破口。好，那这样一个勒索的种子，它可能就会继续的去横向的延伸，进到了所谓的 stage 2，它会去探索你的 AD 公司的 AD 或是 domain controller， 去发现哪边的 policy 安全设定可能是比较弱化的，或者是不断的去搜寻高权限的使用者账号来建立所谓的后门程式。那也可能会用像是暴力破解的方式去把密码拆解出来。那这些访问的权限又可以拿来用于窃取凭据啊，或是提高权限来获取其他更有价值的资产，然后往 stage 3去启动。它会开始去下载并且安装恶意软件程式去启动你整个加密，让你的设备因此不能做到所谓的存取或是读取全面被封锁，你资料取不出来，你也无法执行动作，甚至连还原都无法。那现行 OT 的场域对于资安的投资状况到底如何？我们可以从这一页的数据来看一下，目前针对这些资安公控产业在资讯安全上面有哪些疏失，挑一些百分比比较高的来讲。这份2020的数据是从1800家以上的 ICS 公控网络做出来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到将近 71% 的工厂场域，他们使用的 Windows 设备版本都是比较旧的。举例来说，像是 Windows XP、Windows 2003，这些设备根本就不能够再去接收到微软最新针对资安的 Regular Patch， 所以被攻破的机会就更大，
攻破弱点就更多。第二个 60% 他们的设备的密码往往是在一开始购入的时候所使用的 default password， 所以它不像一般 IT 的要求，它会定时的去可能两个月三个月你要去更新你的密码，而且你的密码还不能够跟上次的重复，所以其实这些密码是很容易被破解的。第三个，我们来看 66% 这些公共场域设备根本就没有做到所谓的自动的针对这些不管是 Windows 系统或是内建这些防毒软体、防恶意程式这些软体去做到定时的更新病毒码，以至于无法去对付这些与时俱进的网络攻击，导致被攻破的几率就更大增了。然而网际网路、 5G 与 IT 通用系统架构的普及，使得 OT 跟 IT 环境之间的隔阂日渐消失，但这样的趋势来临之后，会使得仰赖工业控制系统的国家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啊，以及各产业的自动化生产制造设备受到网络外部的攻击可能性就大增了。为什么？因为一旦当 OT 传感器跟执行器开始跟后端的 IT 系统进行通信的时候，针对这些恶意的骇客的新的攻击，这条路就会打开。不过这是无可避免，企业导入物联网技术就是为了提高产能啊，降低成本，提高产线利用率，来维持在企业上面的竞争力。所以公共控制 OT 系统开始从单机走向设备互联，从封闭网络走向开放，从自动化走向智慧化，这一定是一条必经的道路。那么研华是世界公共设备龙头大厂，我们也耕耘了 OT 产业多年，其实我们深切掌握企业资安的痛点跟威胁，所以当然也提出了对付这种勒索病毒啊、恶意程式的资安威胁，提出一套针对公共产业的完整 IT OT 结合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要做到的是预防、保护、监测，并且降低冲击。那么完整的方案必须融合 IT 与 OT 不同的安全技术，所以我们以研华自制的 solution Device On 为枢纽，作为中央管理的 Device Management Server。那么在 IT 边界安全防护以及远端安全防护，我们包含了微软这一家对于资安有大量投资经费跟专家的 M36 Defender 系列的产品。我们有不同的防护软体去做到整个资安上面的部署。举例来讲，以 IT 这一块，我们将 M365 Defender 作为最外层针对网际网络安全这一块的防护。我们 leverage 微软的软体，这边可以看到使用的是 Microsoft Defender for Identity 去做到身份的认证、 Domain Controller 的保护、 AD 的保护，进而又用到了 Microsoft Defender for Endpoint，让你的员工、公司的员工针对这些 OA 设备去做到 EDR 等级的防护，然后最前面的资安扫描。那么为了防范钓鱼信件跟勒索邮件等等，我们也导入了 Microsoft Defender for O365 来做到所谓的安全连结跟安全附件的扫描。好，那从这一页普渡模型，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OT 的 Security 是在下层，OT 实体环境防护包含了软体配置、安全更新、设备身份识别、OT 环境设备的安全监测，还有包括灾难复原、远端防护还原等，来形成一套有效的安全防护网。那也就是我们这次主题所要专讲的部分，要深入讨论的部分。我们使用了微软的 Microsoft Defender for IoT 来做到整个工厂、制造业环境的健康检查、资安扫描，或者是一些弱点的分析。那甚至在 Edge 端的部分，我可以快速的产出相关评估报告跟完善的 Dashboard 来分析策略，建制了 这整套 Total Solution 是从云到地完整一条龙的防护。而紧接着我们也将邀请华电联网 Jonathan 来为大家更精辟的说明 Microsoft Defender for IoT 的 Feature 优势跟导入方式。谢谢大家。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强化制造业资安韧性，并掌握所有 IoT OT 装置的整合式威胁防护。今天的内容分为四大主题，首先会跟各位分享制造业资安的威胁与挑战，再来提到相关的法规要求，然后说明微软在强化制造业资安韧性的解决方案，最后会跟各位分享一个 POC 的流程框架。我们先来看看制造业有哪一些资安威胁与挑战。首先，
OT 跟 IoT 安全风险的挑战有哪一些呢？很多工厂内的机台都是由机台厂商维护，当供应链资安管理没有做好，就很容易把病毒带进工厂。再来，有很多产线目前也使用旧的作业系统，没有办法更新，也不能装防毒软体，这样就会造成端点防护的不足，或者是不敢安装，怕影响系统的正常运作。有时候也害怕更新作业系统会造成机台的中断而不敢更新。最后还有网络架构的问题，把 IT 跟 OT 无法完全的实体分隔，就会造成病毒的横向移动感染。身份安全的风险与挑战有哪一些呢？例如员工用自己公司的 email 账号和密码去电商买东西，可是这个账号和密码会被外流到暗网去，然后骇客就由这组账号和密码就可以登录到公司的内网。还有就是特权账号的配发和管理不当，违背了 just in time, need to know 和给他够用的权限的原则，所以特权账号的管理也很重要。还有一些针对 Kerberos 的认证机制的骇客行为，可借由 Past Hash 攻击和 Past Tiki 攻击入侵到 AD 系统的 Domain Controller, 获取所有使用者的账号和密码。还有一些针对 AD 持久化存取权的攻击，例如 Golden Tiki 攻击和 Silver Tiki 的攻击，都可以成功骇进服务伺服器。公司内也有许多端点装置，例如手机和电脑，如果没有可视化的资产管理，就很难做到有效的防护。另外，员工将公司电脑拿到外部使用，或者是在公司内使用私人的电脑，也都会造成资料外泄和病毒感染的风险。接下来我们看一个针对 OT 的攻击主杀链的实际案例。首先，员工开启了钓鱼邮件或者是不安全的远端存取，感染到病毒，接下来就会控制到这台电脑取得 OT 的远端存取认证，成功进入的 OT 网络环境就可以开始横向移动，然后就会安装 Triton 的软体，这个恶意软体会扫描 OT 网络，搜寻所有的安全控制器，找到了 PLC 就会重新编译 PLC, 这就会造成严重的安全事件及生产线停机。另外一个案例是勒索病毒加密了所有厂区的电脑，造成了营运中断，因此产线停摆了4天，材料报废，预估损失到达数十亿。近期美国 CIS 也新发布了关键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警示，如果有使用像施耐德或欧姆龙的 PLC, 可能会被 Pipe Dream 这样的病毒所攻陷。刚才我们了解了制造业的资安威胁以后，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资安法规的要求。首先，我们来介绍 SAMI 订定的标准 E187 晶圆设备资安标准。这个标准定义了晶圆设备供应商必须符合4大要求，包含机台设备、电脑作业系统、网络安全、端点保护和资讯安全监控4大类。作业系统相关包含不能使用过期的作业系统，以及需要提供更新作业系统的流程。网络安全相关，制造商必须监控高风险的 TCP/UDP 铺口，以及使用管理和相关的组态说明。端点保护相关，所有的设备必须建立自我保护机制，例如白名单，或者是防毒软体，或者是弱点扫描。资讯安全监控的部分，所有设备必须能够存取控制和提供资安事件的 log。 另外一个法规是工控的规范 IEC 62443，其中包含了资讯安全的人员编组、系统风险评估以及组态管理，还有必须建立资安事件的侦测、事件冲击评估和事件处理的管理作业。了解了资安威胁和法规相关规定以后，我们就来介绍微软在强化制造业资安韧性的解决方案。这张投影片介绍了工控物联网的普渡模型 Level 0
包含了像感测器、马达、机械手背。 Level 1包含了 RTU 跟 PLC， Level 2包含了 SCADA， Level 3就是一些厂区的生产管理设备，最上层呢则是一些企业维运管理系统，例如 ERP、CRM 等等。微软的工控物联网资安解决方案主要是在监控 Level 1、Level 2和 Level 3的封包，侦测并提供分析资安事件的报告。方案的架构图是需要从网路交换区的 span pole 送封包到网路感测器，网路感测器内建具有专利行为的分析引擎，然后可以将分析好的数据，例如资产分析、漏洞分析、威胁分析，借由内部的部署或者是云端的方式做资料的呈现。 Microsoft Defender for IoT 是一个从 Edge 到 Cloud 保护 IoT 装置的安全解决方案，协助 OT 产业抵御接踵而至的资安威胁，并可快速的部署搭配各种产业设备运作，并进一步整合 Azure Sentinel 以及其他的 SOC 工具互通。微软的 Defender for IoT 它是一个 Agentless 解决方案，只需要监控封包，包含了 OT、IoT 的环境，持续的监控与学习，借由内部的分析引擎可以做到资产的可视化，快速辨识 OT 中的攻击行为和弱点。 Defender for IoT 有五大侦测引擎，协定冲突检测引擎可辨别违反 ICS 的协定规范和数据结构和栏位值的使用，违规策略检测引擎可辨识策略的违规，例如未经授权的使用功能代码、访问特定物件或者是更改设备的配置。工控病毒检测引擎可指示存在已存在的恶意软体行为，例如 Conflict、Black Engine、Havex、WannaCry 和 NotPeta。 异常行为监测引擎可检测异常的机器对机器通讯，以及行为操作事件检测引擎可辨识操作问题，例如间歇式的连结，这些问题都可指示设备故障的早期迹象。我们来看看微软的 Defender for IoT 有哪一些功能。首先，我们可以分辨出 OT 有多少的资产设备，还有自动画出网络的破图，可以辨认 OT 环境的设备，例如独立的 IT、OT、IoT 装置，有多个背板元件组成的设备，包含了机架、插槽或者是模组，以及网络的基础设施，例如交换器、路由器等等。网络拓扑图可查看通讯路径，然后使用该资讯来加速网络的分割与零信任计划。识别设备详细的资料，例如它的制造商、设备的类型、序号、韧体等，快速的找出操作问题的根本原因，例如装置跟网络的设定错误。我们可以从风险评估得到一个整体的 security score， 进而可以知道哪一个工控设备有哪一些弱点。譬如 Rockwell 的 PLC 有一个 CVE 弱点，这样就可以协助资安人员做改进措施。 Defender for IoT 使用专有的网络流量分析的演算法，用于被动识别所有网络的设备和漏洞，如未经授权的远端存取连接、恶意或者是未经授权的设备进入了厂区，或者是强度不足的身份认证、易受攻击的设备，以及未授权的子网和薄弱的防火墙规则之间的桥梁。在攻击行为尚未被到观察之前，就生成了一份全面的报告，其中包含整个 ICS 网络的客观风险评分，并对高风险事项提供矫正建议，以提供场域管理人员了解应如何强化整体 ICS 的架构，优先处理最可能遭到骇客的突破点。系统也可以提供及时的威胁告警，如有未经授权的设备连到网络，或者是未经授权的 PLC 设备的韧体更新，
这表示可能有恶意病毒进入，由 PLC 控制的程序导致设备停止运作的命令等等，都会及时的产生告警，并通知资安人员。Defender for IoT 还可以检测横向进入 ICS 和 SCADA 环境的 IT 恶意软体，例如 Config、WannaCry、NotPeta。Defender for IoT 可以在攻击前收集所有系统配置的数据的侦测工具，例如 Harvest 恶意软体使用 OPC 扫描工业网络中的设备。OPC 是基于 Windows 的 SCADA 系统，用来与 ICS 设备通讯的标准协定。当我们知道哪些设备有弱点了以后， Defender for IoT 的自动 ICS 威胁建模是独有的演算法，应用于风险和漏洞的资料，以预测对 ICS、SCADA 网络进行有针对性攻击的最可能路径。透过针对最关键的 OT 资产，生成所有可能的攻击构面，按风险排列的视觉化表示，使场域管理人员能够确定必须采取保护措施的优先顺序，以及最有效的投资和处置方式，让场域安全得到最大的强化。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 Defender for IoT POC 的流程和框架。这个 POC 的目的是利用 Defender for IoT 的解决方案，在 OT 场域做一个健康检查，从访谈、安装、测试到产生报告，大约为期一个月。首先，我们会去做一个架构的访谈，了解场域的环境，并判断适当的部署方式及侦测节点的数量。接下来，我们会在场域部署 sensor， 用被动监控的方式，通过交换器的 span 收集封包。这时候，我们需要网络管理人员配合将 switch 交换器设定好。部署好了以后，我们会从系统上看看收集到的资料是否与概况相符，这可以分析例如场域设备的清单等等，以及网络拓扑图，并建立行为准则基线。在我们会针对场域进行风险分析和威胁建模，系统会找出网络或设备的漏洞，或者是未经授权的远端存取，以及未经授权的设备等等，生成一份全面的报告。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特定设备进行弱点分析和曝险程度说明，并且可以模拟攻击路线，并指出可能曝险的资产在哪里。如果持续观察并没有明显的恶意行为，我们可以在场域管理人员的同意之下进行低风险的恶意行为，例如我们修改了 PLC 的参数，用来测试系统对资安威胁的侦测能力。最后，我们会产出一份验证报告，包含了设备清单、网络拓扑图、整体的风险，还有改善建议，这样就完成了 POC。Defender for IoT 的安装和导入非常简单。首先，你需要一台 qualified 的硬体来承载 Defender for IoT 的 sensor。研华本身就有数台自身品牌的设备可以搭配 Defender for IoT 做到效能验证。如以上表的规格，可以看到像是针对 SMB 的企业，或是针对比较小型或者是大型企业，研华都有相对应可以匹配的硬体支援。透过不同规格的网卡以及记忆体和 CPU 的差异，做到监控不同数量 OT 场域的设备，对整体资讯防务安全上有加成作用。因此，要导入专案做 POC， 只要将 Defender for IoT 安装到研华的硬体，然后放进工厂，接上 span port， 就可以马上的被动监听网络封包，侦测到恶意软体和勒索病毒将无所遁形。最后，大家可借由填写问卷免费下载微软的白皮书《制造业资安韧性》的第一本书，以及有机会可以免费获得我们提供 Defender for IoT 的 POC 一次，
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的参与。非常感谢两位刚刚的分享。那线上也有来宾提出一些问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抽两位来做一下 Q&A。 那首先第一题，请问 Defender for IoT 部署及运作时是否会影响机台运作呢？那这一题我们请 Jonathan 来帮我们做解答。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Defender for IoT 只需要从交换器的 SPAN 入口监听封包就可以了，不论是在安装或者是运作的过程中，都不会对生产机台造成任何影响。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这边看到有客户提出，当 IT 跟 OT 的网络渐渐融合在一起的状况越来越常见，我们要怎么去避免恶意程式不断的从外部网络破坏到内部网络呢？那这部分是不是请 Alex 帮我们做一下说明？ OK， 没有问题。这种情况哦，IT 人员对于网段的切分啊，防火墙的设定以及 DMZ 的建置就相当重要。举例来说，当 OT 内网要跟 IT 相关系统，例如说像是 ERP、CRM 做连结的时候，要有一个健全的 DMZ 区块，也就是透过 proxy 的概念，流量都透过 proxy 来转发到内部。那 DMZ 它充当的是互联网连接以及运行所在的私人网路之间的过滤器，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相当在资安上面比较完善的一个系统。非常谢谢各位今天参与资讯安全整合 IoT 推动制造业华丽转身线上研讨会，相信各位都非常有收获。那在我们的萤幕旁边有 QR code， 请各位也帮我们扫上填问卷，可以获得精美好礼。那谢谢各位的时间，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